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处在风口浪尖的负面新闻，凶手都选择了这类民怨极高的对象动手，而且每个人的死形势感都非常强烈。一个除暴安良的大侠，他们有错，不应该死。 城市之光的一切特征，所有都是你们推测的，没有一条形成证。每个挪动地方，有新货要来了。在法律的缝隙里，还有一大片弱肉强食的世界。我向你保证，看到一个更加纯粹的城市之光。我好像这里高兴。 我们回去再当一个普通人。站长！炸弹记录器和网络上的投票贴是相连的，一旦投票数字超过10万，就会马上举报。走啊，法务！有些人做了坏事，法律却拿他没办法。你的路已经走到头了。